题。第一天，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做游戏了。小朋友，现在抓住妈妈的衣襟，我们开始骑马喽。I know a little pony, her name is Dapple Gray.和妈妈比赛，看谁骑马骑得快哦！加油加油！跑累了，现在和妈妈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吧。停，听我的口令，坐下，闭上眼睛，来听音乐吧。I know a little pony, her name is Dapple Gray. She lives down in the meadow, not very far away. She goes nimbl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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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trot, trot, trot. And then she stops and waits a bit. Gallo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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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o!思维影像训练。嘿，小家伙，欢迎参加我们的魔法旅行24天。我是球球，从今天起，球球我将带你进入奇妙的魔法旅行哦。看见屏幕上这张图片了吗？现在闭上眼睛，和球球开始我们的第一站旅游。耶，呼啦呼啦，坐上球球的魔法南瓜车，走喽！宝贝，闭上眼睛哦，呼啦呼啦，看，风婆婆来了，她张开宽大的衣袖。拖着你来到那个美丽的花园中，看那一朵黄艳艳的向日葵，它正咧开嘴巴朝你笑呢。啊，小蜜蜂弟弟也来了，别看它个儿小，身上可是背着一个大大的桶在采花蜜呀。一会儿飞到黄色的花上，一会儿飞到红色的花上。嘿，小家伙，你好。哦，听，有人在和我们打招呼哦，是谁呢？我们找找。哎呀，这么大的花园，是谁呢？躲在哪里了呢？我在这里呢。哦，原来是蝴蝶妹妹来了，你看，小蝴蝶多漂亮啊！白色的翅膀上面有很多蓝色的小花纹，翅膀扑哧扑哧地拍动着，真好看。啊，原来花园里有那么多可爱的小东西呢。不过，我们现在快要回家喽。球球的魔法南瓜车返航喽，回家喽。睁开眼睛，看看屏幕上的画面，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呢？观察训练，观察游戏来喽，一定要注意看哦，来了。闭上眼睛，回答我，有几只小鸟啊？小鸟啊，
有几只蓝色的小鸟啊？有几只黄色的小鸟啊？睁开眼睛，看看自己答对了吗？好极了，再来一张。闭上眼睛，有几位太阳公公笑了？有几位太阳公公伤心地哭了？睁开眼睛吧，快去哄哄他们吧。太阳公公笑了，花儿也笑了。想一想，有几朵花是圆形的？还有几朵是三角形的？剩下的花朵是什么形状的呢？这么好，带小狗出去玩吧。快速抢答，左边第一只是什么颜色？中间一只是什么颜色？还在哪里？太棒了，带着你最喜欢的小狗出发吧。视觉影像记忆力训练。嗨，小小记忆家来了，出发！今天的比赛是争做神笔宝贝，游戏规则：看谁能最快地把看到的图形画下来。准备好纸和笔，开始。看谁画得快。继续前进，神笔宝贝，加油！再来一张。你一定画得最好。
比赛下一项。不要着急，加油哦！宝贝，看谁能画出这幅画。神笔宝贝一定是你，加油！哇，好棒啊！现在公布比赛答案。好极了，为神笔宝贝放烟花了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